2月22日，留意全新 catch up 啦！2月22日出嘅呢一个 catch up， 有徐浩瑩嘅，哇，六版性感蛇身，诶，唔俾你睇，2月22日自己买嚟睇啦。2月22日啊，2月22日，系2月22日喎。嗨，我系古巨基，2月22日全新改革嘅 catch up， 快啲买。有啊，取日監督的呢本獨立號 catch up 咧，真係非常之有型喎！裏面咧仲有好多潮流資訊噶，2月22日就會出版噶啦，大家記住留意一下啦。2月22日，2月22日，2月22日，記住留意 catch up 啦。2月22日 ，catch up 創刊號出世啦！2月22日出版的 catch up 好好睇啊！化妝品同護膚品而家喺個現今社會已經唔係淨係女仔嘅專利，咁我覺得男仔都可以去參考一下，裏面係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嘢。咁所以我都覺得2月22日嘅 catch up 可以大家去支持一下。2月22日正式出刊啊，記得留意 catch up。2月22日星期二，2月22日有新嘅 catch up。其實嚟緊2月22日就會出街咁樣。2月22日catch up 咧就出版啦！哇，你睇下呢本嘢，哇揭到，哇你知道几咁好睇啦！你睇巢到，真系你谂下，真系唔系普通杂志啊，都唔会揭到咁样啊！我就咁摆喺台面一阵间啫嘛，就好似喺诊所乱摆一个月咁样啦，可想而知几咁好睇，快啲到时睇啊！大家留意2月22日全新嘅catch up，有我老友徐浩瑩。2月22日 catch up 獨立號，大家記住去買啊！